Hola, Miki 叔叔，我们现在在去哪里的路上吧？我们到飞机场了，已经。对，飞机场路上了，到了15分钟。我们现在正在前往吃东西，然后跟呱呱会合。A few moments later. Hi, Mickey. 哎，你们。哦，他没意思，拿着手机。OK。去吃吗？我肚子饿。我都喝点水。你们有看？你们看他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去，我也不知道。还在找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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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找一虽然我也不喜欢吃马尼克萨的，不过没有人开始说这个的话，没有。对，我就很不喜欢，就我知道他的 意义很好，不过我也不喜欢那种 advertisement 的那种。对，他这个，那原来呢？胡说八道。为什么这个水杯上是别的？胡说八道说什么？就十年。在市中心，还是？
敦煌，现在正在前往 Puerto de Sol， 大概十分钟走路。See you later。在一家奶茶店，这家就是 Fetchio 经常光顾的吧，然后拍了些照片，发了 Instagram 的那种。Hi guys， 很 Tumblr 的那种。I'm Chiara Ferragni。Fetchio， 介绍一下我们在哪里吧。We are in the Holy Jordan， and it's amazing and so big. Amazing so big. Wonderful. Wonderful. Amazing. Oh my god！ 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吧，拉拉。这个是什么呢？从它的动作来看，肯定是 Gentle Monster。哇，真的好酷啊！哇，这是有音乐的眼镜。接给斯拉找维勒的衣服，然后现在我们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这个站好久。我们就在市中心，然后我们刚才就在 Walmart 对面有逛了出来。他们都去洗手间了，把我一个人拉着六个人的桌子吃饭。找找肚中。找到角度了吗？ Hi guys， 肥瘦你们喜欢吃吗？你随便可以。可以啊，那我加一点肥瘦。是你真的要喂你吗？不用，放我这里。要喂吗？不用不用。你肥瘦每次掉那里。不是掉这里了。Good morning， 今天是在西班牙的第二天。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头行动了，因为 Stella 和 Miki 先去排队买票，我们在宿舍不宿舍，那个叫什么名字？叫。你懂的，等艾莲过来。好，艾莲刚不是刚才就刚五十分钟前他刚到嘛这里，好，所以我们打算先去吃个早餐，然后再等他回来，再过来给他们开门。See you though。我们现在在 Carrefour 吃早餐。
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Stella？ 对，我也这么想。好吧。What's going on? What have you already done? Signs for what? Signs, something strange. Something what? Strange. Something for the children. And you, did you donate some money? No, nothing. Good job. just a sign.这个是刚才，这个是小冰棍。刚才我跟那两个小孩子，自不他推到我这里，全都是沙子。我刚好想吃东西，是吗？那个臭小孩子在那边。接拍三。Dietro le quinte. Lucifer， 很帅的 Lucifer， 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哎呀！啊哈哈哈哈哈！刚好他们走路走。你看，看这个人，看这个人。这个人超级不冷。你刚好打字头，那个黑子，Stella的头怎么了？杨哥，你还想拍吗？可以。我在记录生活。他会 vlog 吗？你等要发上网，我就这没那么多。我觉得我今天比自个还夸谢张总，走吧。这样我们要记录生活，抖音记录没有？生吃的垃圾。为啥我们去哪里呢？那些买菜。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睡觉。我们去买，准备明天的大餐的 ingredients。那跟我们 chef 来了，跟我们说一下明天的menu上有什么呢？好像的是茄子芝士。然后呢？接手不？不小心哎。第二道菜呢是 spaghetti alla carbonara。 primo piatto 吗？然后呢肉团就跟肉丸和布莱苏格就布莱肉团的那个番茄汁。说中文好难，你说意大利语，这是我们四个人的 vlog。不然你把它的，然后我们的 set 放到了，被看到了。走起。
下面你看有一些小毛，就是把那个小毛。我们再给 Maestro 剃眉毛。剃眉毛感觉好那个。哦哟，把你这里剃一个，然后像以前 Jackson Wang 弄的。是吗？哦，就这里中间弄一个。哦，对对。算了吧。这个很简单，我这样随便弄一下。可以吗？对吗？对吗？Steph 他长了他，Steph 他长了他的那个眉毛，现在就搁这边那里。可以，这边就脚这边再修一下。再修一下吗 ？OK。哪里？就这里，你看这里下面不是 ？OK。就这修吧，已经差不多了。没有，这边这边脚这边。就一点点，下面一点点，弄平就行。OK。然后我有次让陈辉还有呱呱给我剃头，真的。后面后来真的后面给我剃了个方块出来。没有，他头发是就是一般人在这边结束是吧？他是在这边结束，这里就是秃掉了。OK， 我不要拍。真的。Explain the situation。在我们家很多。哈哈哈哈哈哈！刚才我想卢卡斯。啊，这样吗？对啊，走了。上次会见的给，能喝了沙漠。嗯，刚才放上来，看到一群魔兽兽。有蜗牛。但是现在玩游戏。嗯。Of course， but 怎么过去了？叫我这边。走了，回来吧，天亮回来。Why explain the 心情？心情有点，我脸有没有红？我脸有点红，但是我很清醒。他超红，我很红，因为我喝酒就会红。我不会红，我很红，我很红，但是我很清醒。没有没有，他醉了。我在你家拍不到。醉。想想主角哥。像30年以后，我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对我们会想，哎呀，我和佑慧已经不是朋友了。没有，三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一起喝酒。没有，对，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朋友，我们一起看这段视频，然后一起喝酒。OK OK。Okay. 你们在？他的眉毛不爽，好看。这叫什么？我的眉毛还是很好看的。就是嘴唇呢，被亲吻一样。对，被亲了又。我今天早上跟一群女的亲了，你知道吗？真的吗？啊、不要跟别人说。什么？我跟一群女的亲了一个早上。不要！不要！我死了。Relax。我差点变了脸。我已经死了。亲我。哎呀，我的酒呢？没关系，你这样我的酒呢？在你倒杯没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毒蜂蜜，谁喝了？他喝了。为什么喝我的酒啊？哦，大哥，你怎么喝不了？现在都快乐了吗？你干嘛混起来了？你干嘛混起来？然后我站这里，你干嘛混起来？跟我一起站着。你真以为我醉了？他很醉，你的脸红红的，你的脸红红的。就你不红哦。我不红，给你红。你最红，你比他红。你像个猩红柿。妈的，你要给你们的金了！妈的，西红柿。跟我下班，哎，我等着买西红柿。西红柿店里有什么？Tomate。不是，中文。西红柿还有另外番茄，番茄，番茄，番茄。你们的金哪里去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哭了，把手把腰再喊来，喊来。爆炸了！哎，别别别！威廉姆烫头发了，其实还是直脸好看。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现在开始打扫了。This is prima. Before.我们刚刚在这里开了个小 party， 叫了很多不同色的，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开始吧，开始吧，坐好了。现在时间2:04几点？
信，然后我们洗完地，还有把碗和那些都放在那个深夜里面洗碗机，也洗了澡，然后准备休息一下，然后等待他们回来。我们要放个闹钟吗？看六点钟他们有没有发消息给我们？我们就直接看着他，我怕我听得见。算了，我们两个，我会听得见。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圣诞节了，嗯，拜拜。请注意这个人。Stella， 哎呀 ，Stella， 没想到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